这次伤势有点惨重。疼吗？已经不疼了。好好。你在这儿待多久了？听到你打算给我下蛊，睡觉去，赶紧把你的手养。哦。堂堂青丘公子，怎么来摊个病都一副畏首畏尾的样子？匣子里装着龟须水晶和玉山玉髓，对小六的伤有用，用完之后我再送来。好走不送。这段日子有劳了，事情平息之后我就带小六离开。那就要看到时候他愿不愿意跟你。